在家里防疫这段期间都在做什么？打电动，打电动，太好了，人生太有目标了。真的真的，因为现在那个什么动森很流行。还有人，你们都在家里做什么？听歌，听什么歌？听你的歌。哎呀，就说你没有品味。这样会不会就太近了？不会。我最近在在录音做什么呢？就是新专辑，没错啊，大家有发现？开心，真的很久没有见，我又真的今天很好快乐啊、哦，很紧张，很兴奋，然后很语无伦次，但都抱吉他来了，所以我就唱一首歌这样。后面的人听得到吗？所以3000万的听众朋友们，你听得到吗？不、哦。Yeah.